早晨，早晨，我哋今日咧嚟做呢、這个腹肌嘅运动啦。咁我哋就瞓低，然之后咧就将只脚咧喺个空中嗰度打圈，即系咁，好远少少先。OK， 咁个伸直，之后咧我哋咧就向右边转先。咁你个手咧可以晾喺个头上边，然之后咧放松佢，即系用只手嚟晾。但系记住咧，你个背脊系一定要贴实你个地下，即系一条罅都冇嘅，成个背脊系黐实嘅，但系要。呢度是要冇位嘅，完全 OK， 咁先可以保護到你嘅腰啦。咁我哋咧就首先向右轉，咁就唔係用只腳嚟轉，係用個肚腩嚟轉。咁咧好似已經做咗好耐啦，下一秒好調轉向左，咁就畫一個圓形。一路畫圓形收肚。如果只腳太攰咧，唔係個頭太攰嘅話咧，就可以瞓低嘅。OK， 咁咧我就中意 hold 住。總之咧，揾一個位咧係自己覺得嗰個感覺咧係最大嘅，咁就可以啦。好，我哋再嚟多十秒，收肚。黐實曬地，三、二、一，收工。